報紙檔，多倫多人很喜歡開這個報紙檔，因為你開一檔這樣的東西等於找一份工作，兩公婆這樣就搞定了，夠交租夠生活。其實最主要就是賣獎券，因為啲人咧啲錢唔得佢嚟嘅，要買啲獎券賭啊，有啲 instant 嘅，一張飛仔咁樣刮刮下咁樣，有時又中100，有時又中50，或者重玩啊咁樣，都等唔切，過咗兩日啊，或者今晚開獎咁樣，即時要買。有啲咧就買。在電視看到攪珠那些各色其色，總之都是賭博。其實加拿大人都挺喜歡賭錢的。